我拢会使啦哈。迄、那个国际中心，大家好早哈。我拄落高铁来，啊，拄讲啊一本，爱未食着水啊，今仔透早我未食着。恁真慢皮啦，拖到这边才来。你拢唔知影讲，若化一个要执政，你五官无过，你免来接位。咱讲实在，迄、那个秘书长顶礼拜有来咱高雄，有暗示一句话，这句话是阮无讲，啊，但是我爱互你知。伊讲若有一天要叫你接一个单位，你有法度接无？这个意思，全面接会承接某一个单位，你敢听？听懂吗？因为咱四千个，总乎你四千个，乎你生一个生两个，嘛个百二个，你要接个我全面接，不可能，对不？所以我们也有可能先接某一个单位啦。高雄市的副局长也讲啦，安尼咱先接财政，对不对？薪水先发来，大家唔敢会知吼。啊，咱是毋是等足久啊？大家嘛拢来出钱出力吼。咱甲咱家己拍一个扑克。自开始上课，到这段近三年外，其实咱差不多千外个啊。那么伫初级班、高级班。到甲华理植物点招嘛四千块个啊，要五千个啊。但是第五关这个来就较少啊。这个是雄雄受到，恁注意听哦，受到美国的支持，甲国民党、民进党的压迫。你敢听我咧讲个话？安尼不得不。来办这个职权训练，两种含义。第一种，你要接任务，要来担当台湾民政府的官员，你一定要有基础的概念。敢是安尼？咱有上过相关的课程，你一定要有嘛，这做现实的嘛。你真爱要做台主管，你唔免去画图啦。这个工程要做，你唔免讲算甲讲迄个控股，你爱控股线，你唔免。但你至少概念要有，你恐担要到爱偌济路偌济桥你爱清楚。啊，这个是要训练一个安呢。第二项有考试，咱甲美国人讲咱的公务人员有经过上课、职权训练，佮有考试。啊，咱考试呢，拢会六十分嘛，敢毋是？也是考试过的公务人员，啊，考会过。这美国人伊也无即马坐你个边啊，对不对？但是咱就是先行者嘛，这是咱个秘书长在保护咱，你敢知？啊，有个人唔是，一直在造谣生事。这两天伫着要卡讲啊，即要摆来过五关呢，安尼卡甲安尼电话强要烧伊，伊嘛是无时间。当然啦，来你要付出两暝三日，搁爱一个。这个小跨，小跨啦，嘿啦，以后领薪水来算开小跨呢，对不对？薪水以后一个月多少？十八万起跳呢？你嫌少少？哈？那参议员、众议员是二十呢？里长就十五万啊，你去想对不？里长即摆一个月四万五，三起跳十三万五，那五倍呢？咱四千个才有尔呢，我嘛有呢。你茫讲无影个代志哦，这是先行者才有。那既然今仔要来上这个啊职权训练啦，你就是要照规定给教教完。假使讲你下去等于今仔等于，那是你有动心要袂来上诶。我们跟他约定，我们现在可能要。休一段时间，较要去办啊！这本来就是拄美国人十七伫世贸，二一伫桃园，二二伫台中，二三伫台南，二十伫桃园高雄。
这些关卡拢总过来检查了后，视察，感觉讲因真放心，要自行判决，要将政权交予咱，感觉咱大家人拢真有人权呐，因为咱是过美国以法律台湾本土台湾人人权。咱若各个人权，伊会来观察咱的人权。所以，你已经过五关啦，今仔过啊。你十七，若还未报名，你会当十七来世贸中心。迄四场是咱的中心，才会当入去。高雄二十号是开放予外人会当入去。迄个要要求五千个，即卖要不足，但是，拄则咱秘书长来。甲我讨论着讲，对外开放，即个有一个保护性的安全的问题真大，吼、哦，即个咱唔免操心，吼、哦。我简单讲就是安尼，讲开场白先讲为何你要来上职前训练，交即个钱啊，是水外行，就是咱即个场地所使用的钱，食饭困的钱。我记秘书长甲沙凯高雄球场甲讲一句话，多初初的时啊，因一个人来做教师哦，伫遮带两暝三日，要交三千。有一暝寒甲要死啊！迄个阮迄个师兄，迄、那个甲我高级工共期的，咱旧年来是足寒，对无？沙凯球场有一边袂当入来困，塞车伫。这个水院的门口，伊个市电铃，伊讲我要入来困。这个主人啊讲，那不是你的啊，你要入来困。伫车顶关甲皮皮尊，啊，这拢熟悉的代志啦。那么这个心声啊，咱不是要和你讲，你要来同情也啥？咱是一体，咱即卖是一体。从微博开始到即卖六州的州政府成立。到家底要接政权啊！迄一路行来，你爱会当去体会，会当去包容，会当去体谅，是要甲你讲，你用这个心来看待台湾民众，安尼就好啊。各位，台湾民众是受国民党、民进党联合打压，中国国民党是甲共产党合作做呀。迄、那个打压，无人要招你所在啦。啊！咱有发觉到这个真理，发觉到为台湾要行出一条活路，救台湾，提升台湾国际地位，一条活路，让国际大家人拢承认，让国际间大家人拢袂怕咱，让咱的子孙唔免做兵，让咱唔免买武器，让咱的薪水提悬，为一条路，咱发觉这个真理，伟大的发明，咱出国，国家基本有一个成绩啊。好个在，恁、我、咱拢来负着这个买房车，这是咱的荣幸，也是咱的福报。这是我要讲这个主题前，甲大家人三个勉励。咱拢唔免抗议，咱办身份证来上课，咱会当将国民党赶离开台湾，国不义的政权，改予伊离开台湾，将。人权、福利、地位、幸福，咱这个是有够轻松的啊！啊，若讲到过去，我甲你讲吼，目屎你也飞袂离。安怎讲？中国国民党受到麦克阿瑟一号命令，蒋介石来占领台湾，到这当今，偌久？69年，1945年。4月7日，日本实施明治宪法了后，伊伫8月15日，佮终战日投降。1945年9月7日，麦克阿瑟发布一号命令，蒋介石派陈仪来接管台湾平和。安尼，台湾人悲惨的命运，从有迄个时阵开始。蒋介石是一个军头。伊个外号人叫伊臭头啊，你捌听个吼？叫伊臭头啊！啊，伊来呢，
特别来以前，都有一个奇奇怪事件，所有台湾人的精英拢杀死了了。台湾人，咱过去拢叫做汉人，叫做有一个屯垦区。其实台湾人自过乌水沟来，满清啦，大清的皇帝伫1895年割让即块台湾平湖，和日本天皇的时阵，靠六个屯垦区尔，伊无全面的统治。换一句话讲，伊无建构台湾的主权，对不对？咱拢有读过。宜兰、淡水、嘉义啊、彰化、嘉义、台南、甲凤山，六个所在而已啊。你会知影，日本人来伫遮的时阵，要过恒春，爱甲高山族的原住民买路。所以，到有一部电影《塞夏克族》，高沙义勇军抗议日本人，伊讲啊，着我的土地，甲是安尼用满清甲咱买去，有迄个故事出来。所以台湾人有当时啊吼，会感觉讲啊，着过乌水沟来你家要趁一个三顿饱，啊罔做啊，因素卖差，会当活来着足好啊。即个民族性啊，民族性。加上着二二八事件了后，大家人拢唔敢出来抗议，啊！着国民党讲啥，政府讲啥，啊！着咱做啥？啊！所以咱伫民间听来讲，查拉政府有无？查拉政府，啊！税金慢慢税有无？啊！即、這个伫即个体制下面。政府伊的法令、伊的政策，那是去损害着百姓的权利、福利较健全的时阵，你想到是啥？你一定定情嘛，对吧？啊，这条要开路啊，啊，这开要得哩，得得，谁来管理咱的去？有无？啊，因为啥？伊弄到一个国民党的大官的。唔敢甲拆，一定着挖你百姓的。路上安尼弯来挖去，国民党是安尼哦。我即摆举一个王玉芬的咧，死啊！迄王玉芬，人讲南霸天有无？你去高雄市甲看，高雄市对一条路有弯呢？对一个路是中卫，主办中卫所在是因遐议员去买地买较济，啊百姓。手无拔过之力啦！国民党的时代，你抗议无效，抗不抗抗啦，无效，对不？无效。除了啥？除了你有法度，甲伊变甲，甲伊戴着颔棍。我一个抗议就是这个，迄个北路有法度到遐弯安尼，迄个民生路。高雄市民生路、甲民族路，遐就无通啊，有无？高雄市加工区加昌路直直落，通到围墙国小阁落遐，遐就缩小个啊。我就是因为迄只遐带围墙个百姓爬起哩五吨二个车顶个站个，我就是安尼。要公平啊！啊，你开路开到遐，速度弯过。啊！你要安怎？南麻溪的路桥，建英病院要爬起这个，你有印象无？迄、那个南洋桥对，南洋桥为南麻溪建英要来左南区这边会通，啊，这边要过南麻溪未通，有开这个路啊？是安怎？设计好啊，四通八达，足快足好势，安尼到到五吨野手。有着选举，拄仔解缩短，百姓伫遐车祸偌济，这就是政策为着选票，为着贪污、以贪作恶，啊来着损害着百姓权利。啊，这个时阵你要安怎？更硬气的啦，我讲较硬气的，咱是定情嘛，为着咱权利，咱是抗议嘛，对不？啊，那较高义的啊，啊，就查拉政府啦，啊，恁都吼食较歹，台湾人就是安尼，对不？
啊，抗议敢无效？无效。唔是国民党无效尔，民进党在执政，同款。是安怎讲？一条路内面要有四个单位至五个单位共同来协商，要有干部局，要有都市计划科，要有地政处，要有建管科。啊，你要安怎协调？我伫去年有一块地去地政局啊，迄个学校地征收二十到即今年二十四年五年啊。苏南省伫一九九八年征收的啊，按照土地法征收的规定是讲，你若征收即块土地使用项目，年过以来无使用，爱行难呐。即摆即块是学校地。伊伫满十五年到二十年的中间，若无建校，咱伫满二十年的忌日，咱来改申请叫行人。按照当时征收的公告地价，无加利息，伊阁害咱，第一行人，咱现金还伊。假使讲你若征收一平一万，咱一万还伊，毋免加利息。安尼，依照法令是安尼，但是。你即摆换要甲套转啊？伊讲安怎？地政处第一个接到是地政处，伊讲我可以还你们，但是不一定要还你们。还有一个法律的术语啊，叫做得啦，得以归还，也可以不归还，安尼啦。咁条，哦啊，这个足自由心情啊，这敢若法院的判官呢？会当甲你判死，会当甲你判无期徒刑，会当甲你判罚金，会当甲你判缓刑，会当甲你判啥？无罪，有无？啊，这底下咧玩文字游戏呢？尾啊，我去找局啊，讲啊超过时间啊，有要刑缓无啦？迄、那个下骹人甲因讲安怎呢？伊讲，啊遐个炼油厂内面前走就有人啊。人就洗出来啊！哎，会当去学校。我讲遐临近就有三间学校啊。啊，连手千草是啥要去洗出来？是你阿舅阿要洗咪？都对唔是？连有手，我抗议三年1200抗议日，迄个的土地依据土壤保护法，十五年至二十年。袂使起地上物来，我你甲我讲，那电灯手牵手了后，遐边啊大人，说无话人应我。法令是安尼啦，啊，他可以得，也可以不得。啊，你的气势也袂，我问你。所以，你即摆用心甲思维，你来捌过即个法律了后，互你做比较。这个法律，台湾民众若是执政，彻底改造台湾，为迄个囡仔拢总甲乌起来，台湾未来幸福啊！哎，今日无要甲我鼓励一下，你看呢？你有看到台湾人的未来啊？咱就爱出欢喜啊，是毋是安尼？你都唔免去抗议呢？哎，我是抗议较宏观呢。蔡财员迄个委员长，迄个是关十五年呢，大家拢伫遐听绿岛小夜曲呢。啊，我是判五条，我关三年外尔，我较短啦。啊，关是袂歹啦，好过好过啦。啊，无恁若关一遍看卖啊，嘛不要紧，一年就好啊，莫关伤久啦。哦，迄入面是足趣味的啊。我连入面在防关就咧抗议啊，有法度甲加压，规个甲伊撼落地动的。可能台湾的家家户户都剩我了，啊，佫无甲我调罪啦。因为安怎讲，我即摆就要讲这给你听啦。即个家家的代志吼，恁老人管过，恁就知影吼。还有一个叫做地保啊，对不对？管理员嘛，管理员内面上大的迄个典狱长啊，怪叫做盖户科长啦，副典狱长遐嘛管啦，盖户科长较管较大啦。啊，盖户科长通常是顶下长的新伯啊，啊，迄内面要哪白钱？哦，这学问真大啊！
要安怎乌钱做外劳啊？安尼啦，吼，心内面会当开交警啦？你敢要相信？你不相信啊？我甲你讲，六合彩、乌鱼啊，伫内面咧博，啊，送咧裤头，地帽也咧裤头，啊，要咧交钱，外口交，外口交现金，一万抽两千，抽两成，啊，你知吼？你即摆输乎伊啊？啊，我地无来啊！我伫恁厝甲你摕钱啊！啊，你着爱甲恁某交代啊！你伫恁跋筊输十万啦、啊，对无？哦，输八万啦、啊，较好算啦、啊。输八万，你爱摕十万啦、啊。即、這个地无来，行路讲两万啦、啊。我讲这真诶啊！还有咧录音啊，对无？伊要搁找我算账嘛，袂要紧呢，对无？我拢知影你咧扛啊扛，因为一关我袂掉，我讲我无犯罪嘛，对不对？我犯什么罪？我偷一枚金币，我拄着顶下长，甲炸落来，甲讲四十分钟。迄、那个地无啊，管理员伫边啊皮皮喘，妈呀啦，要创啥？我拢应付你安尼啦，无啦，讲个清楚。我甲讲，我无承认你中华民国法律。既然你要关啊，你也袂甲清查，我讲个清楚。啊，我真正安尼个性啊，你会当去大寮吗？大寮啦。我走的是到迄个香港啊，入去啦，啊小琴伫遐啦，啊我拢吼四界踅四界去啦，即摆即组的人欠啥欠赖达，啊遐明仔载叫人我起赖达，我拢甲分互伊啦，欠分，我着去共讨分来，啊心内甲谁讨，甲弟妹来讨，弟妹啊谁来分，因为因有在卖，啊互我掠着，啊分两呢，一个做赢的。唔知判十几年，迄槟榔食足大，啊一包槟榔一千块，你食足大，啊你唔着存足济？伊讲无啊，无食喙齿会浮起。我好啊，我自己一包给你。有一遍啊，有一遍，迄一个江少一个弟妹啊，拄好在抢物件，抢物件，我都我经过看到，安尼抢起。我讲啊是在创啥？我歪甲看，伊甲比安尼啦。我讲啊是啥货啦，啊来插落安尼迄啦吼，我讲哦，我知，啊卖讲啦吼，啊 AM 来找我安尼，我讲 AM 来找我，哎来啊，啊摕槟榔给我，自己一包给你啦，啊我无食，你是，我这一包卖偌济啦，卖一千，外口偌济五十，一包卖一千，啊谁卖？迄个卖，迄个是安那要用钓的。因为迄个毋是介户科长的人啦，袂当炸入去，你敢听、喔？分两派哦、喔，你是介户科长哦，这五个拢是你的人，你会当透早要去上班，你就炸入去哦。炸薰、炸槟榔、炸酒、炸黄色安 A 片，拢总有。啊，你毋是伊的人啊，你爱用外口办，因为你要趁钱啊。啊，因为心内面。二分之一的轮班嘛，十二点钟的轮班，其实足艰苦，薪水足少啦，爱靠外劳啊，哇！中国文化就是安尼嘛，敢是？外劳啊，你会当乌西顶官，你会当去升官，啊，官愈大，官愈大，钱就愈多，分愈多，啊，你敢听、喔？有一边马英九做法务部长，我最爱食的豆腐汤啦，啊，因知影啦。啊！就逐个讲要用一碗绿豆汤给我吃吼，啊！我拢甲买一碗三十啦。我四月入去关啦吼，啊，关到十一月要过到三上外也干，啊！就到十月就拢会寒嘛吼。即摆你咧卖绿豆汤哦，你做自由啊，你送绿豆安尼卖啊。啊！你一日爱交偌济钱？固定爱交七八千啊，因为咧看寒热啦，寒天你一定爱交七千。多少人交一万万二，固定的哦，有卖无卖拢会交这钱哦。啊，看你要安怎来应付，一个七千呢，唔是一个月呢，一个你卖三千，你爱贴四千，啊，一个贴四千，一个月贴十二万，啊，你出去你免拼行人，你唔免出去可以卖毒，可以卖创啥，这就是中国家格的文化，造成着咱的人，咱的囝儿是谁，也是咱的亲友入去关。入去遐学功夫，迄、那个伫开锁，迄
愈开愈厉害，做出来愈偷愈济愈牛，功夫愈牛，拢安尼。啊，我吼，我拄啊捧一碗绿豆仔要马英九食啦。我甲买一碗，啊，我一关我关袂掉，我就四界踅安尼。我嘛伫遐阁骑脚踏车哦，啊，骑一场。即碗绿豆仔汤内面，差不多无超过十粒的粒啦。啊，你敢听？啊，迄个汤吼，我是甲讲你是用冰水拉汤安尼尔。啊，迄要怎食啦？啊，你伫遐你嘛是较苦，你嘛着爱食。啊，用即个方式咧趁钱。啊，这敢无夭寿？啊，你宏观着咧可怜啊！啊，伊着偏偏那个树立会。这就是中国文化贪污的文化。咱台湾政府的《台新台湾论》内面有讲一句话，你唔知道注意看无？以后台湾民政府执政，彻底改造台湾的现状，切断一切中国的文化染缸，有无？你唔知道看到后边遐无？染缸，红包文化，这个就是中国文化、中国文化，因为你那大。含那大，伊就借势借端，想要甲你安怎？啊，我是专门咧找伊个空啊胖的啊。伊讲啊，你伫咧关好咧啊关，我袂爽，我个人袂爽。我工作粗鲁，我讲吼，我若看有人咧糟蹋人吼，迄个人互糟蹋，我会退出啦。迄一个杀人犯吼，汹汹去撤手，互欺负煞足严重的，恶意上啊。差不多是讲后个月报价是要涨的呀，安尼有法落去甲糟蹋咯，糟蹋甲去吊罪哦。我为着这个人哦，甲因顶头拼，讲这个是错杀，法律可能还阁有问题的啦。伊若自卫杀人，慢慢判甲关十年久啊，恁今仔伫内面阁甲糟蹋，恁真正有够无良心就对了。得失一大堆人，我你足假敖，你着好咧啊！官你着去安尼白目要创啥？我讲哦，我阵还袂看到这部佛经啦，但是我今仔会使讲啦吼。佛经《法华经》菩萨行处品有讲一句话，伊讲：欲菩萨行世俗忍，你这个菩萨不管啥物人，咱拢叫做菩萨啦。你要行迄个世间的忍耐哦，你看到恶人在作恶。你无甲制止，你毋是菩萨，你叫做魔。在《法华经》行菩萨行处内面写甲遮清楚，意思是讲，你看到人家在为恶，你就必须要有正义的心来遏止、制止这个人的行恶，来救好善良的人。啊，我细汉就安尼啊啦。我来有讲，我细汉时阵控制尿酸，是阮阿公甲教的。伊讲要甲放火烧，各种连环枪恁知嘛吼？迄内面的机啊、兵、电影啊，拢足好势啊。对后硬厝边吼，拢放鸡屎，有无生鸡咯？啊，咱细汉足细汉啦，啊，就是我阿公就徛起来，载我要入去讲，啊，咱看电影啊，创啥？唔话恁入去，佫个屁想啦！伊讲吼，恁都无即个连环枪的福利，啊，恁是甚物人？差不多是中国人在看咱本土台湾人，迄、那个头壳就对了。因为连环枪过去是拢高干子弟才会当连去要做官。啊，我阿公学拳头使啦，即摆要转来甲闹一句话啦，讲有一天吼、哦，绝对甲你放火，甲你烧就对安尼啦。啊，这句话我都记条的啦，记条的拄我行到连环枪迄个污染爆炸吼。啊！我煞拄啊用汽油啦，我用汽油啊。恁敢捌看过迄个阮过去抗议的记录？有四处观察，恁敢知？有爬起哩火烧塔的，你拢唔知，你拢要看吼。讲蒋经国还袂死的时啊，迄年是1976年1月14日啊，蒋经国。我伫1987年12月，佮用四处观察，囥在电视机的门口。甲看望，看到伊十四个翘呀，十四翘呀，啊，真正安尼变啊！啊，伊要来创啥？伊要来甲你夹关啊！啊，我去买汽油啊，用迄个汽油桶啊装汽油啊，
啊，汽油卡入去玻璃袋的杆仔内面啊，啊，大家摕一来打，摕一罐汽油。啊，阮双方面迄、那个拢用铁丝网扎掉的，内面有五千个警察，先啊知影五千个，因为一定五千外便当。唔知是一个吃两个，啊，真正五千个，因为录影都摄出来，即卖要冲出来啦！伊南区警备司令部也未猜测了，警总的司令、三个检察官、分局长两个啊拢来，伊讲让我谈判，啊，啊，迄个是我差不多是讲硬拢我咧补啦吼，啊，都我甲讲一切法律的责任拢我来负责安尼啦。啊！阮三十三个伫遐半暝啊两点，啥物兵拢围个，啊！伊就是准备要甲你官衫夹掉。顶北部队伫内面操兵出来啊，安尼啦。啊！有个人看到顶北队就走啊嘛，吼，留下啦。我拢专门惊，专门惊。大家人跳去你官衫顶，啊，揢玻璃袋，揢来打，啊，我来验就好。啊，我拄好坐行去头前。警备司令部的人来，检察官来，做呀分局，迄当时还没有南阿去分局，我讲来，坐啦坐啦。今仔日拼输赢，恁要做官，还是要认真去复查？啊，这三十四个已经遗嘱写好啊，后壁的赔偿拢总无问题啊。一个人因的遗嘱写讲，我若为台湾的环保拼死，400万给我安家倒，安尼好，我拢好，遐都一挂，来卖一区横就够啊，不要紧。那就有影，一挂，啊，遐假的啦，你认出真的吼？遐该算的，你是，啊，伊该敢啦，伊唔敢啦。我甲你讲，因拢做官的人嘛，对不对？警备总部啊，检察官。伊插你电流手，烧也无烧的，伊赶报条较要紧。咱是抓这个心理。我甲讲吼，你做官啦，你今仔若爆炸，你绝对稳啊走袂去啦。你有这协调不力啦，你不够吼，不够这么用功啦。啊，阮呢，阮今仔拼，阮若今仔拼死后个人，阮这三十四个死袂要紧，后个人袂使死啦。我讲安尼啦，啊，我做中间人啦，恁提啦，我恁提啦。恁提，阮就提。明仔载来伫洪平江迄庙啦，协调恁敢道歉啦，安尼啦。隔间报纸报，我讲这拢报纸，恁拢在查。因真正先提，啊，恁就胜利啊，敢是？三十外个建五千个电报部队，你敢那想嘛爽，对不对？我敢那个吓了吓个提啊，伊也唔知我以前会假啊。叫个刑事，白夜刑事出来巡了啊啦，啊，迄个动作我拢做了。伊要巡，伊就去巡看真正有汽油无？迄片啊，啊，我遐两桶汽油伫遐开无？开玩笑，迄汽油天气袂真正烧开呢？迄伫涂骹水点火就倒啊，佮惊迄对无？咱是会惊呢，咱嘛惊迄爆炸死人呢？迄、那个气爆迄、那个无？32个啊，各样啊！我甲你讲，那遐爆炸比迄。关一百倍，咪开玩笑呢？咪开玩笑。安那讲一百倍呢？高雄联手的单门出去，叫做金属中心，高兰公路。高兰公路迄个遐小叫做东方，有无？东单门嘛。咱讲水向东流，水啊。我讲国语学无啥标准呢，水啦，水向东流吼。迄边的水温较低。啊！即个过去炼油厂是日本时代叫做第六井油厂，没有环保设施，你注意听。卖讲油提炼了后无分离、无燃烧，伊都甲倒咧水沟啊里。水沟啊是啥？水沟啊，伊毋是用阿西矿的，伊用六个石，日本时代六个石。安尼用的，啊，如果照是高土，年久月深，其实是地动会裂开，对不对？而且水嘛扒袂掉，有无？即摆迄个油倒落水沟啊，渗透，走落地下土壤内面，地下土啦，走入去内面，做大水的时阵，迄个遐地势较悬啦，
啊你这个油渗透入去，啊油甲水呢，那夹做伙会安怎？油较轻嘛，会浮伫顶悬。即摆走去地下，水落了落雨积水，其实毋是油啦，是叫做沼气、甲烷。甲烷浮伫顶悬，安尼迄个遐有所有啊，所有的遐有钻井啊，遐个地下水若个涌起来，点火就是倒啊。遐有爆炸两边，一边是一个乌仔送。点蚊仔粉，煮饭，点落烧一个规身躯一半，50%的二度燃烧，二度烧伤。啊，我这一边拄啊，迄边我是还袂开始抗议啦，佮拄着这一边，我开始抗议啊。抗议的时阵啊，一个台南的工程师叫林英杰，唔知恁有人捌无？伊吼粉食足大，放假。回去到公司，落大水，水温浮起来，入去到房间，暗甲窗仔门拍开，入去第一个动作就是食薰，吼，规内面拢装卡数，食完啦，这个来达起来了后是爆炸，伊的身躯烧70%，伫遮阳海军海总的入加护病房，海总的迄个烧烫伤，这个技术袂歹。安尼，中油讲安怎？中国公司啊，伊讲迄也毋是阮甲你爆炸个啊，你家己公司。啊，里面喏，伊家己会当去抗议啊，袂动。我想讲，既然你爆炸，是因为你个中油个油气，你也负责。啊，我嘛加报啊，啊，我走去甲翕相啊，伫海上甲翕啊。啊！从这块大，甲迄个地下水会烧的大，甲加入李登辉啊！李登辉唔见我，我用一台游览车到甲总统府的后壁门，我要溜落啊！迄有宪兵骗你啦！吼！我实在告讲，伊讲吼，恁溜落吼，啊，我为只甲恁带入去安尼啦。即摆我第一个溜落的吼，伊拄好甲车门关起安尼啦，拄好用铃的拉铃入去。我现存三省人尔呢，我无遮肥。你若有看到我的大，你上 YouTube 去看我的大吼。迄天日三日的时有做开，迄当时做啥头毛真多，迄当时差不多30岁啦吼，27、28年前啊吼。迄个较瘦，即摆连接去总统府啦。我讲你都连咧，我用行，无你会走，伊讲我会走，我比较平安尼。佮伊连接到总统府，佮你囥伫招待室较济啦。伊讲你一个就好啊，啊你大客来，我绝对有总统。我去予总统，伊去予总统府无消息，你听下无？即摆咱就是讲唔冤呢。台湾人予你国民党，你趁钱糟蹋，你放即块土地，生长即块土地，予阮袂当种植，予阮袂当大。我唔冤，我从遐大甲寄去外国，透过外国的环保团体，全世界拢甲寄，啊，全世界拢来支援安尼。安尼敢有兵会赢？袂赢啦！你遮出团结来，佫袂赢，还是安怎？我会记我伫乌贤的内面讲到，要安怎化解抗争术啦？我会晓抗议，其实我嘛会晓化解啦，吼。因中国石油公司是指一切中国国民党财团势力、司法、恶道于一身，你的团体造出来。利益团体啊，这间工厂起来，我会当分着啥，我会当分着啥，互恁这人动，伊绝对来找你。我用用枪压出去，用枪啊！啊，这个压枪，这人是彰化人。我讲你是要甲拍死呢？咱两个冤仇无？是我去糟蹋着恁乡呢？拢无个人应我。伊讲无啦，啊你安尼落吼，足侪人要分人食啦。我们若无帮人吃来熬夜吃，阮饲你会怕。我是真正会讲话会安尼的人啊！你我观察你牙签，对不对？我甲你讲啊，牙签是吓死人尔啦，伊唔敢开啦，对不对？迄现在要开枪怕死人，迄人是冤仇在当，甲会啊无就食药啊，食一打甲半个。
对不对？我管对不对？拢蛮在人做的啦，啊，看济啊嘛，对不对？我搁敢徛出来跟你呛赌，我咧惊拢蛮。我讲安尼啦，谈判啦，你出来为着利啦，对不对？伊讲对，啊，你是爱偌济，我讲你爱偌济啦，爱偌济够高。我去要中央跟你瞧啊，看你要一摊要做偌济啊。伊讲啊，都本来一摊油漆都好，你用一个无去。啊，油漆简单啊，我讲足简单，迄一个油漆未超过1000万啦。我讲你要油漆好简单。我隔工你敢知安怎？隔工你所有连着厂的厂啊门、迄围墙，拢甲喷漆。隔工拢甲喷啦。我喷吼。毒气杀人啊！迄、那个炸弹啊！啊！迄、那个制造放鸡屎安尼拢甲喷啊！围起个墙啊，喷过个墙安尼啊，唔是喷一架，喷一架，伊个以为都唔免，都唔免两万块嘞，我拢甲喷。伊前摆就嘴去讲啊，伊就讲啊，这个迄、那个有家迄、那个咱地方的人吼，迄、那个安尼、啊，好啦，你游隔工就去游了啊，安尼人伊就摊凳就转去啊。即卖了后，我甲设计迄个集体领导啦。国民党要甲你化解你的抗议吼，伊会当甲即个头人抓起来，用政治的单位，用黑道的单位，这就是利益你袂结，你袂去要买收的时间啦。啊，我当时是有八个人甲跟踪啦，警察。爬的啦，我透早去爬山，嘛透早看股票啦，下晡爬山，暗时演讲，时间就是安尼咧安排，全国拢有啊，全国，我去宜兰支援丹顶南优势群的六千，共聊合适，观音的六千，全世界全台湾安尼走，包括中国大陆要邀请去，我嘛唔敢去，日本去开两边的 NGO。诶，国际会议，安尼拢安尼布啊！国民党是，我若要讲较歹听的是，迄个政治单位我的资料啦，吼，我甲看是甲我较南边关啦，因为伊会甲你跟踪啊。即马即个人买对啊，啊即马即人讲啥物录起来，拢录起来安尼。啊，阮大概有30个人，拢差不多少年人。拢阮庄仔来的人，啊，拢无头路，你做听无头路，真正无头路，因为阮激动的嘛。迄就是讲，是大人可能有放一块仔残垣啦，啊，有哪有正义感啦？你敢听我意思？啊，有哪吼硬性，有哪袂防吼，危险会行的啦。啊，车的人拢伫立法院拢防空调呢。阮有去立法院围起包条的行政院长偷走。啊，有防空调啦，安尼啦，有啦，有真正空调。啊，迄边是因国民党设计，我另讲个等下个讲遮。啊，阮这三十个人吼，就是安尼长期安尼抗议、抗议、抗议，到遐政治单位的人足给笑阮。啊，阮就定下咪算，啊，手机啊拢监听。啊，我们有密码。阮若讲要当要为当为半边山落来，啊，排汽油，其实迄是汽水啦。啊，若当就是西嘛吼，拢安尼。啊，因哦，因就激动啊，因就开始动员啊。所有的外包厂商拢总唔忙入来，拢总休困安尼。员工拢休困好，爽个遐员工有通领薪水。啊，我讲恁着爱资料互阮呢，安尼。恁唔知有看过阮的迄个过程无？我唔知恁拢有注意无？阮捌一边是自由时报吼，全国版的吼。其实我入去翕相翕好啊，我叫一个人入去翕相翕好啊，啊，我就放消息，讲明仔载以前要伫某一个厂，甲你带一粒炸弹安尼。我甲伊讲，伊真正好会错晒，好安尼来甲伊高声讲吼，卖啦，迄爆炸啥货安尼，啊，我是咧甲算的，你是，我对一个某月某个以前要入去对一厂要甲伊带一粒炸弹。啊！我系讲这个消息以前，其实我已经去做好啊！你敢听？我真正做好啊！哎，遐快，伊要对你啊哩啦！
伊无得查啦，啊，咱咪咪小家讲，真正甲用个薄擦，啊，真正甲炸、甲逮好啊，啊，翕相翕好啊，啊，即马甲宣布，啊，宣布迄间吼，所有炼油厂的拢总停工，所有的保警啊、警察拢总出动，吼吼，过的过门的过门，去要敲去要敲，敲一去拢敲无。隔天自由时报全国版的出啊，安怎出？我得翕好啊，我得捡自由时报啊。我用翕相的尔，我靠，我靠，真正去比个大炸弹，我得用纸，甲写两个炸弹，甲打在一条工地的顶端安尼，甲翕出来炸弹安尼啦。啊，其实迄个百米炸弹课是二五啊，我无骗你。有无？那是一个百米炸弹课，啊，其实二五，真正一部是我，你查报纸就有啊。啊，即卖毋着报出来啊！去查、哦，靠餐啦、啊，迄、那个主管煞记过。我甲讲歹势吼，今仔我甲你无冤仇，我是甲恁后壁迄、那个、迄、那个作恶一个、迄、那个团体冤仇。搁一边你毋知有看到无吼？伫79年，1980年4月7日啦，我爬去咧火烧塔、燃烧塔、Free Tower。迄、那个是 Greenpeace 啊，伫外国有伫船顶，伫一只船的顶端贴一个布条啊，叫绿色和平组织啊，阮就甲伊复制来。啊，我吼走去遮阳上海街啊买两副手铐，手铐啊，啊卖手铐啊是拢咧卖警察的。伊讲啊你是拍无的面啊，啊我看下够有神警察。伊讲你是手铐拍无，我讲嘿啦，无，我内面无，我买两副啦，安尼。上海街啊，当就有军队的啥拢有啊，我迄边两副手铐。我是讲哦，这要来耍一个较大个，这要决战点啊啦。我个宣布吼，每个几日，全国个环保团队拢来伫阮遐咧演讲。啊，我训练两组人，一组真诶，一组假。因拢有炸物件，啊！这座真诶是要为东平画度几多要去哩？啊！这座假诶是透明化诶，防知影讲这座要去哩。啊！所以人大家拢甲对这座。啊！今晚毋着阮伫外口演讲，吸引人潮，吸引薪资单位人，拢目标注意我。啊！结果迄组人已经爬去哩火烧塔，结果我失算。安怎失算？我是讲你衫穿较厚诶，迄火吼，迄火在烧无吼，会热，烧会感觉讲会迄落安尼啦吼，会哈，过去咧也要寒死，17楼悬啊，叫17楼悬，即摆爬起咧，我有哪正甲我设计啊，迄两个有哪尴尬就对啦，我讲锁匙伫我遮，手铐诶锁匙伫我遮，啊伊要起咧无锁匙啊。我讲恁两个去哩吼，布条要踢要开，啊，恁两个用一个人靠一个手铐靠在踢下哩，啊，都无人甲你开啊，恁两个就倒去。啊，我吼，啊，一个报尾啊就来啊，讲恁两个爬去哩啊，安尼啦，啊，我就接到电话啊，我就宣布，啊，宣布，我就甲大队银啊开遐，啊，即摆因就来啊，迄落公关的啦、分局的啦，啥物人就来啊。啊！去你甲请落来啦！我讲你叫伊落来啊！我讲你叫伊落来啊！伊若我倒落来，落来，搞要紧！一个分局的吼，迄、那个我看是差不多，当时就差不多要60岁啊！吼、哦，爬去你17楼，脚两手两无咧运动，叫你甲讲，哎、欸，伊有甲我讲啊，有甲出来面讲啊，讲叫你落来，伊讲哎呦，亚瑟是好你无啊？我无。迄叫做樊武清西湖店的头家，啊，一个迄个食酒食到肝癌啊，要肝癌啊，迄两个主灶就要死啊，迄两个无想要来啊。
你叫唔着人去啊！迄两个400万，一人拢给200万去开了啊！哦，迄中油甲经理单位哦，伊毋捌拄着安尼，我无骗你。变去你火烧炸，开用手铐锁定，腰受骨，连手铐伫咧买都要查。我讲你无咧查，我袂讲啦。我讲你叫部长来，我喊你部长几点来到位安尼啦？不去到顶悬，部长随便一个水落来，你听无？我讲安尼就安尼，你拄安尼才会精神尔啦。恁吼，恁这个做官的人吼，都爱用安尼啦。啊，咱无偌济性命才会算，欸，我已经算30年啊。我算到我某强要甲赶出来，你敢知影？我调你要讲我听。我这世人吼，迄囡仔安怎大汉，安怎迄个我拢唔知影。我囡仔大汉看着我，讲竟然你敢那看我？我这世人吼，这世人好在在即摆咱免咧讲伊呢。做个唔知去对啊，做个去嘉义啊，拜去台中演讲。阮老母80多岁啊，一个月1万，我做所谓。伊讲。啊！你是去走倒个，这暗还袂转啊？无啊，我倒来演讲啊！啊，演讲你是咧讲啥？我讲叫人做好个道理，做人个道理啦。要救台湾个道理，安尼敢听有？我讲因遮个人做好个，毋比像你咯。你马英九吼，你袂行。我合讲安尼，人吼，迄观念转袂过。即摆安尼抗议了啊，安尼部长就来啊，啊来啊吼，条件讲好啊。我讲你明仔载安怎讲好？讲好啊！说哦，我爱爬去你个开个锁匙伫我遮。我甲知影讲，我知影讲，我判断错误。因两个来哦，一直甲累，会我害死。我讲哦，一世人死一遍也袂要紧啦。啊，你若为台湾的土地死哦，我甲你讲，脱了官兵，我绝对让你做。啊，大地啊，管大地，做倒来讲就足大啊！我跟你讲吼，真正足趣味的。迄个用安尼算吼，但是你要有先决的条件。第一点，咱的人要团结；第二点，输出有名。你袂使无理取闹，你袂使吼袂收。我跟你讲吼，鸡卵、鸭卵较捌倒芳。你主要去摕到这啊。隔天消息就来啊，你就吵啊！你甲因个人食一顿饭啦，伊明仔载就甲恁个人讲啊。我甲你讲，100%，伊拢会用方法甲你利诱、威胁、恐吓。国民党个手法拢是安尼，任何一个抗议拢安尼啦。我去到地拢安尼，啊，所以资料我一吵啊，那好无准上金讲第一要掠就是社会乱骂，就是我。啊！抓无啊！我也要甲你标工资啊！我也要甲你傲慢啊！袂安怎破妨害公务罪重所谋5条，安尼啊！所以我唔敢吼，足骄傲。我讲啊，我是违反社会，违反什么罪？我头一暝去要关的时啊，迄个干物所的人讲，你坐倒遐忏悔，你危害地方，扰乱治安，你有为了无恶不作。讲到我想要海棠，我讲拜托你甲看判决书一下，拜托。我的判决书逐条拢总罪重所谋，有一条侮辱国旗，其实迄毋是国旗，迄是国民党旗。我走去甲国旗扭落，啊，甲伊站伫涂骹迄张相，啊，结果叫报社时，我甲迄个甲加开变成党旗，安尼伊也咧判罪，找无理由啦，反正要甲你关吼。特别甲你管安尼就对了。我阁讲一个笑话：苏南成做市长的时阵，基丁有一个海水污水处理厂，你有印象无？中那个啥？中洲啊啦，有无？苏南成中洲有一个污水处理厂。啊，你污水吼，吸污水你要海洋放流，一定爱加氯气啦，三氯甲烷。啊，那个氯气外泄。啊！我去抗议，有无？去抗议！啊！因遐议员，你怎拢出来啦？啊！尾啊，议员啊，你怎因伫关迄个马路布？
啊，阮是去支援的，阮是去演讲的。啊，即摆吼，迄当时后硬找无空啊，旁通徛，去硬找迄空徛我。中州我有一个派出所叫做树海派出所，我记较足清楚啦，因为迄足好笑的啦。树海派出所的主管吼，基山人，顶头甲讲，你等下去指名蔡条平拍警察安尼啦。啊，蔡条平吼，迄当时无足肥啦吼，啊嘛我嘛无可能会瘦啦，你敢听？我这个体型哪有可能会瘦？除了破病啦，对不对？迄、那个拍警察迄个人吼，差不多百五尔啦，啊差不多像你迄个遐瘦啦。安尼，我要求伊放录影带看，看对一个叫蔡条平。迄、那个主管有法度记迄个叫蔡条平，啊，我徛伫个边啊。安尼讲，迄个叫做蔡朝鹏，他打警察没有错，他打警察，但是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啊？迄、那个主管讲他叫蔡朝鹏啊。我讲你是多打困醒，目睭屎还袂切好呢。我讲我对迄讲个无细意，我无改变。我讲我那介有礼貌啦，介下跪，请问主管吼？你敢捌蔡条平？啊，蔡条平在迄个啊！哦，我咧跪，安尼嘛拗我。我告诉你，这是真实的代志，你顶去查。吼、哦，四海派出所主管退休的基山人，你顶去查。迄、那个人尾下甲回失礼啦。我袂啦，你食人个头路我知，但是你以后唔茫安尼啦。这个人若互你拗过，你敢徛一条嘴？那真正是生囝无尻川呢，我无骗你，迄毋是假的呢。你讲迄落嘛吼，含冤莫白嘛，对不？这袂使安尼进嘛，进嘛什么社会啊，对不？迄、那个人都明明迄、那个人，你想那指东而西呢？那也是安尼，对不？你做个主管那也是安尼，顶头叫你安怎就安怎噶，先做个上一课。啊，若讲法官吼，我顶早有讲啊，上袂见效啊，就是判迄个高一平平和馆长5000块害一个护士去自杀迄个啦，迄、那个叫做高登辉、李登辉、登辉。迄、那个上袂见效，迄、那个高等法院民华路时，我伫警车顶公开给伊指名道姓。我讲全台湾上袂见效的法官，就是你叫做高登辉。我拢安尼，因为我有所本啊。有一个国民党嘅律师团哦，甲我讲嘅，讲你做你甲呛，伊真正乌写1000万来做顶顶。我咧公开甲呛，嘿，我讲甲伊外无民主啊，你听。那高志平迄个案有无吼？高等法院买啊，安怎？买啊，开始一层一层套，买啊，无什么代志。事实是安尼啊。国民党要甲你治罪，伊要问理由呢？欸，国民党要开这条路啊，管在你什么人？高官底下伊会使闪过，伊就该打过啊。啊，民进党呢？即摆来讲呢，民进党就较歹势。民进党啊！若要讲民进党上清廉的是陈定南，食饭椒盐。屏东迄个啊，做客房，这拢种清廉。但是呢，有担当的陈定南死啊啦，啊无担当的，迄、那个清廉，但是无担当啦。伊讲吼，我著袂贪污，啊著拢卖建设安就好啊。惊啦，惊下骹的人出代志，啊了后伊也承担。咱的上课过去上课讲学做啥？行政官员的责任较担当，台湾政府的官员你要有责任较担当，免惊啦，你袂贪污，法律袂卡着你啦，免惊啦，只有百姓好诶，咱就甲做啦，真正是安尼啊。既然你要到这个内面啊，拄则有讲到最近人事的变化，嘛要互大家人来思考。你是朋友甲你招入来，或者是你认识法律的清楚入来，或者是为着要做官入来，或者是为着讨厌国民党入来。上第五项是伟大为着台湾的未来入来，拢总不要紧，你注意听，拢不要紧。既然入来啊，就是。大家人共一个同心，你就要相信这个法律是正确的。经过万国公法，经过告诉美国，
国际甲你公认的啊，你得爱有信心、坚定，你爱相信甲袂。不管迄个过程，你听偌济谣言；不管迄个过程，你予人讲偌济对台湾民政府负面的消息，你拢袂使动摇。咱坦拄好讲，伫台湾民政府当今的立场，国民党后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直属的，民进党是依附伫中华民国台美关系法下面管理甲利益无放，伊惊你执政了伊解散。第三，台湾人受到扭曲的历史已经骗69年啊，咱的支持度只有1%。即马行出来参加咱的同心的身份证的，或者是来上课的，这拢非常的宝贵。但是有一半的人啦，知影台湾民政府，伊在创啥？在看。我唔知影恁在讲招的时有这个现象无？头一边人笑你笑的，啊来呢买啊，哎，敢那有影哦，吼、哦，敢那这个法律好像行得通哦，好像美国告了也没有，也没有怎么样驳倒。第三呢，国民党嘛无来甲你出题哦，有无？我唔知影你有拄到，我是拢拄到啦。我伫正阳军成立服务处的时是5月25啦。一个月后吼，有一个过去的阮的武环保的人甲偷问，伊是食酒啦，无啦，无食酒唔敢甲问。伊讲借问的吼，先生，啊恁台湾民政府要当偌久？真正安尼甲问，我讲吼，你问唔对呀，你应该安尼问国民党，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，不，中华民国要搁伫台湾待偌久啦？在安尼问甲对，我甲讲咱咧比赛，我甲讲三军司令裁撤，连锦司令裁撤，两栖作战部队裁撤，海陆裁撤，你遮拢咧裁撤，你敢无感？你敢拢唔知？啊，你唔知你唔知？啊，我民政府成立6州50个军，我挂伫遮遮清楚。啊，你敢问下我当时要当偌久？我甲你讲啊。国民党来认定你违法，有可能让你当3年呢。咱队伍对一个同心，因为你来参加同心，政治单位甲你问，到这样是无？有无？我甲你讲，顶礼拜去台南地方地检署去告新华派出所警察，我南站的左班长迄个按铃控告，伊甲咱的安排白去，改写伪造车牌。去甲屁秀讲，你唔是台湾人哦，安尼即个来就趣味啊咧，加重侮辱罪咧吼、哦。我是讲足想要讲那个台南吼，见人家讲吼，偌清正你咧执政咧，叫我伫高雄市咧执政，我是甲遐警察话好啊咧，伫阮高雄是无人敢甲讲阮的车咧。迄派出所的主管来到正阳群咧问。伊讲，啊，人有来检举讲你挂安排，我讲啊挂安排袂使呢。我伊讲，啊，迄也毋是中华民国，我讲中华民国里底，你给我看，有安尼个拉啦。拉到尾啊，伊讲啊，我会使入去恁内面卖，我讲你穿便服甲入来，我外口有插美国国旗，我这规定的，啊，你若要入来会使，我要甲翕相，我甲收证。迄少年人毋捌我啦，那老岁仔就捌我，老岁仔伊敢来甲我问都唔敢，我无爱骗。较早咱伫遐是歹到像芳安尼啊，迄警察拢唔敢干，还着甲找啥关系啊？伊讲，我前摆咧挂安排已经公然的啊，迄我是拄好天唔惊地唔惊，惊阮老母甲绑去了。嘛，阮老母有甲警告啊，伊讲你若警察早的，还是警察你，我唔甲你报呢。吼，我调你载阮老母哦，我讲我来来来来，你上车你上车，我前摆载你台湾食一酒，看对一个警察敢甲早，安尼看袂。我老婆讲唔系啦，我甲讲，我
无，我讲这真诶，我毋是咧讲互你笑，我来讲这是真诶。我食菜人，我袂讲白菜人，因为阮老母是传统诶迄、那个迄落、那個、啊。啊，就同学，就是迄个嘛，疼惜惊伊啊啊，咱管过啊，伊毋敢叫咱意思讲，你毋通去管啊，年岁遮济啊。我讲啊，我著甲讲讲，我狂管也袂艰苦啊。诶、欸，我真正袂艰苦呢。我甲伊讲真，我举手机啊，做伊做股票呢，啊，内面敲倒歹呢，伫山上啊。我甲讲这真诶，迄内面有机动诶呢。啊！伫迄个福利社吼，牵自来水来洗身躯呢。我也是，我因乱来啊！我讲这真诶啦，迄啥物乱来？我讲你听，我即摆还袂讲到三乡啦。三乡怪啊，敢要做像诶做兵诶通铺店着？我甲你讲，伫因咧困诶吼，暗时倒落了，大家拢咧看啥？你敢知影？无啦 ，A 片，啊，一 A 片，六合单啦，夭寿啦吼！迄、那个管理员甲即个这种官人咧签笔，我六号菜是安怎看？我着哇用，啊即安怎看？伊讲啊，迄道几号啊安怎猜安怎猜安尼啦，安尼啊你手机啊借我一个，我手机啊借伊卡去签牌啦，夭寿啊，一个月万几块，我讲，才是伊个卡一通啊，你有法度甲卡遐久？安尼有够夭寿，即摆换伊卡。伊卡较久，伊卡袂平均安尼哦，安尼去甲伊斗啦。斗讲娶某人摕手机仔入来安尼，这帮忙伊可以用走安尼。即摆主管吼，迄、那个两块三就来查。我手机仔藏伫底呢，藏伫顶悬福利社一个迄个箱啊，迄内面在卖物件福利社。伊爬起去看啦，啊我卡有做记号，伊爬起去看，啊落来讲没有，查不到手机。伊安怎个讲没有？我跟你讲吼，我敢做这个代志吼，我就有相当的把握啦。我跟你讲真的啦，你要跟我拼吗？咱拼看看。你问我，让你关了都无呢？哎，你为头到尾，大家人拢在做恶，拢做违法的代志，我唔知。我目睭溜了，啥在做啥？你唔知？你在乱来？你欺负这犯人，大家拢唔捌法律咯？哎，我唔是做歹代志去办呢，我是为变你国民党，我你关我关了足骨折嘞！你免让我较好关的，我袂哦，我嘛唔点着。500多家，我甲用绳仔甲围起来。我甲讲有一天民进党集结迄个原理，我甲伊讲足水。另讲啦，咱台湾民进党集结，较早还袂有民进党啦。我是甲呛讲啦，民进党集结，迄500多家，我要来管的安尼啦，吼足水。哎呦，酸啊，足好食。土山啊，哦，足水！林江人的民政府集结，我带恁来参观，真正袂歹，真正袂歹。伫迄个台南关山上，哦，你知吼？迄山啊，真好食吼，迄个山啊，啊土鸡啊，后土鸡啊，放龟山的土鸡啊，迄真正真土鸡啊。哎呀，即摆足济人哦，是安怎？即摆官较济，我顶三个月看小路径，高雄市环保局长啊。啊！听讲咱这个台南市长迄个张啥张灿宏阿吉米啊，遐拢在交接的，拢交接。介好啊！较早咱台南民政府有一个叫郑志才啊，迄个开枪拍迄个蒋经国迄个，迄个阮伫遐有交接过啊。伊拄走，我拢入去，阮有做伙。要甲国民党推翻吼，毋免拼这硬啊！我甲你讲真个啊，我在讲抗议。那是秘书长讲，哇！啊、你这精彩爱讲给大家听啦，因为恁拢唔捌经过啦，是要讲给恁听安尼尔。啊，这个抗议的背后，你要了解到什么意涵？第一，执政者无去体恤百姓，执政者伊法令去剥削人民的福利，去超越人民的权利，迄、那个是先要抗议。心情不好，议员咨询嘛是同款空白空空不好。安怎讲？因议员是啥？议一天真哦，我跟你讲，即马高雄市也有哦，一个议员分偌济配额额度？你2000万，2000万的工程，好哩，你家己起来做，起有人做，还是你转包安尼？你有发觉到高雄市的路，还是台湾的路，落一个雨就千疮百孔无？哇！宜兰那边
我甲你讲，宜兰绝对袂。陈定南在做馆长的时阵，在检查担仔架是用迄落落落十线就十线，袂当互你偷钱的。我甲你讲，真的呢。咱咧高雄市是免啦，你请一顿啊，啊分泌的叫两个啊吼，安尼就过啊，因啊就哭哭就过啊，因啊钱安尼。我讲这个是真的啦，你不要不相信啦，你相信吗？相信。你在公家单的话，哦，公职单位哦，啊，你是公家人公务人员吗？哦，不是，好家在哦。所以，抗议这个物件，想体制外，你选体制内已经无效了。全世界都要共生国家转型的时阵有，你们听我意思。真正共产国家无人敢抗议，六四天安门事件有无？警察来开落啊，你敢抗议有无？香港会使抗议，台湾有咧抗议，对个有。先进的国家无啦，现在先进的国家无咧抗议，落伍的国家要转型做已开发的国家会有，就是制度不够健全，人治人治啊，人治大于法律啦。我有投资一个电话簿仔厂啦，我咧宏观以前就投资啊，关甲我出来，迄个电话簿仔吼也未生产，伫大陆啊，中国啊，南京下面的镇江，我迄间个名叫做 Power One， 炮有力量的炮啊 ，One， 反正国语叫做炮王，伫南京的镇江，啊我吼我。我有一个总经理，伊拢专门咧走的。啊，我摕到大陆中国的专利，迄、那个物件叫做省电灯泡的转换器 （transformer）。迄、那个就是即卖 LED 一上精新。我咧使讲世界，我上大型有迄个物件。迄当时任天堂有无？恁若细汉看迄 TV game 有无？哎，弄一下上大粒的迄个插头有无？迄、那个是任天堂要为阮做。讲把迄个 transformer 迄个设计入迄个 TV 键内面哦，啊，阮这个总经理做天才，我唔捌啦，我外行，啊，我就要用看，我互伊处理，讲无哦，咱台湾人第一遍发明这个物件哦，咱来建世界吼，咱唔通互日本人做咱的 OEM 安尼啦，我讲啊，你空心的呀，迄家己的手要咱做，你敢那个做任天堂的，你做袂哩呢？伊都唔爱做，讲无，咱来中国大陆投资，你中国大陆投资，你还有啥？你有迄个水银、迄个顶矿无？无，大陆有。你受制于他，吼、哦，我钓到吼，钓三年多倒，钓三年多倒啦。我甲你讲，我多投资八千万，多摕要八个顿啊，多摕一百个电力炮啊，分着一百个电力炮啊。伊讲，你即摆卡买我的原料，一项。即摆阁唔卖啊，下骹的人阁换一个啊。你吼、哦、原料给你，啊你分偌济给阮，会当一去改两遍啦。即摆你来镇江有看到，还阁有这个公司，还阁有挂厉害啦，叫做 Power One。我总经理姓王，这叫做啥？这叫做伊要经济成长的时阵，遐个人基本上过去拢做散啦，对不对？中国人啊，有权利、有核准的建厂啦、做生意的钱，伊管足大嘛，对不对？啊，看你咧穿好，佮兼着佮包二奶、三奶，伊较会爽，伊袂爽啦。你无好伊买来使，对不对？所以台湾人的中小企业啊，死伫遐一大堆。我甲你讲，连甚物人？连迄个台新的有无倒？台新银行的入面毋是用来倒，所以人治咱千万要注意。最近有人在攻击咱台湾民政府，你毋知伫网络看到无？伊讲咱爱申请日本的护照，你若伫网络看到，你要作注意。这个是不通的哦。旧金山和平条约第23条，主要战胜国就是美国哦。你唔好讲迄有影响的哦，你要注意哦。法律大家要清楚，
你主要认定日俗美食。日本天皇伊当时要发挥有讲话力量，美国会甲下命令。即马，咱赶紧予日本天皇知影，台湾这个土地要靠日本天皇的，安尼就好了。日本天皇已经予麦克阿瑟按照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第一条改收线，伊无管理啊，所以大日本帝国变作日本国，一关数岛。列岛等到和平之后再来解决，伊要修宪，恢复大日本帝国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产党出手。我是安怎个知影？这边八月十五去日本，我南高雄州的副州长两个人白目，我是讲因去三年啊，阮的政治长坐伫后壁教日文。甲讲免啦，讲台湾的土地是日本天皇的安尼啦。啊，想恁来三年啊，一年拢来一两百个，啊，一个三万八。啊，日本天皇也毋知影伊的土地啊。台湾人的声音听袂到，徛伫遐为人在陪望安尼。我甲讲哦，这爱表示意见安尼，偷做一条布条啊。啊，真正甲剃开，你听无？日本有一个真有名的作家，伊叫做。松田强子，伊是破开的网站，一个四千多个人起赞，起价吼，差不多这样，全世界拢知影。啊，咱吼，我讲哎，啊，迄个，这安尼想的也无啥搞，宣传无啥搞，啊，北部吼，个部较大安尼，为台湾个部来日本，台湾人个日本人讲啊，日本人唔知影，我安那个会知呢？这边去日本，阮为东京坐新干线去到仙台市，为仙台市阁坐高速巴士，坐点半钟去到大渠，海啸山里海啸起来呀，安尼坐偌久？新干线一点钟320迈，坐两点钟啊，1400块的日票，高速公路巴士阁坐点半钟啊，安尼坐偌久？去底下摘树啊！300几个，三日起来四个，拢待伫遐啦。啊，咱去桂林啊，啊去摘树啊，安尼。我日本人听着讲，台湾的土地还佫日本天皇的，安尼目屎拢淋落来。一个，1945年34年伫华人省的教授，这个教授伫日本大学生物科技的院长，即摆还佫现任的，伊有出来。带咱去，咱做小家起来讲话，有够感动。伊伫花莲出事啊，两三个月就随这个日本人撤退啊。啊，伊起来讲话啦，伊讲吼，伊是李登辉基友会的一个组织啦，萨库拉加咱的啊，咱的一个会的迄个组织啦。伊起来讲话吼，伊讲我伫。台湾的心象，就是讲，伊当年拢来台湾啦，啊，甲伫日本的少年人的心象，看无到日本的文化，啊，你敢听？伊是传统日本受教育起来，彬彬有礼日本的精神的人，竟然这个精神、这个礼貌，来台湾的老一辈心象，甲看有？伫日本看无？日本即马安怎咧创啥？有哪食药啊啦？有哪吼 rock 有无？全世界诶音乐拢通用啊，对不对？你东京诶神社区，你甲看拢是安尼。日本诶精神爱装卡甲看有。啊，伊讲台湾人诶老一辈诶迄个日本精神看会着。换一句话讲吼，咱台湾人日本教育传来诶迄个教育，咱学了真好。啊！那这句话的逻辑就是讲，中国来代理管理台湾，甲咱教歹，对不对？贪污、借势、借……啊！伊要安怎就安怎，自由心情。台湾人的教育，互伊腐败；台湾人的素质，互伊变歹；台湾人的土地，互伊糟蹋了。
哪有建设？有的拢无。你看，看见台湾花莲迄个山，你会流眼泪。你看迄个河，你为落水溪开始，落水溪、宜兰溪、啊、高滨溪，到甲那边讲的讲坚定河，我这后硬溪，你甲看对一条河清气啊？这都唱的。电镀厂的吼，伊迄个五金爱电镀，爱用足重的油啊。伊干那要甲遐废水处理啊，伊开的钱爱真多。啊，尾安怎？伊拢去甲用伫溪边设厂，大水甲放去溪边落，安尼省一条钱。饲猪的嘛同款哦，饲猪的，台湾的河川安尼破坏了了，啊，咱去抗议。你讲你抗议，咱来付出足大代价。你爱食饱做用，你也无头路呢。你爱厝有人给你支援，你的金钱。啊，你变哪抗议？你即马鱼，你若无用恐惧力给伊踢嘞，伊无咧给伊惊嘞。伊会当利用半暝啊偷放，会当利用落雨天偷放，你唔知呢？台塑共污泥，你有印象无？伊咧做咸碱啊。化工是有一种碱，迄产生出来粉里有一种汞，迄个做啥？汞叫做啥？烟基用叫做啥？米拉马达还是啥？不是，水米拉马达哈。迄、那个物件是阮去后下去巡去阮巡到的，因为水银吼落土内渗透，叫做无孔不入，有无？规个拢歹，伊一空起来，空开要去烧。我都处理，台湾无这个技术。你要用热内结，还是要用固化？无，就是有即卖核试，核试的核废料，你不管用什么方法，你甲放伫地球，伊的辐射要一万年才会真，一万年哦，一万年咱死几遍啊？敢知？死甲袂记啊啦！我讲这真的呢，这是有根据哦。这个汞哦。汞，伊即摆用恐怖力甲控起来，甲用去柬埔寨，你敢有印象？柬埔寨去拍倒转来，用去屏东，屏东佫用去对呢，佫用转来任务，拄啊甲用一块磅布啊盖的安尼尔，啊磅布盖的伊也要崩啦，啊看我夭寿，落雨天吼，迄水吼开始流来，流来迄个排水孔啊来后下溪，拢种白色的迄无，规条溪拢迄个色。我靠，这个物件安尼，啊，我巡巡巡巡去到台塑的门口，伊墙啊边，哦，一空遐大空，啊这边哦，他讲伊也唔承认咧，讲我要处理，我要处理，来处理八摆咧，好无？我看我咩叫那个空开，迄、那个排水口啦，我甲讲你甲空开，伊就惊着。较早咱拢围大门嘛，你得要用这个非常手段治非常时期。中国人就像坦途啊，讲到南梁桥，南梁桥要起以前，遐叫做啥？遐叫做废水处理池。即摆南梁桥你看，人就像有一个废水，有无？一个水啊，这样。迄、那个较早是大海三倍大啦。这条路在死人啦！我讲那个粗鲁，遐是交通作乱啦，要挖地挖地，还袂做以前啦。苏南省要做，中油无爱拆，苏南省唔敢甲拆。我讲远，啊，你较白，啊，政府要甲你拆，你中油会使唔拆安尼啦吼？啊，当时咱在咧围抢啊，我讲安尼啦，三日内唔拆，我来甲拆。啊，我免怎拆？我使怪，我真正学怪手呢，够恶啊！我也袂晓操作啊，我就去你怪手翕一张相安尼。我去你怪手翕一张相安尼啦，我都有记者。啊！记者较早吼，现无消息通啊报，你听无？吼，大家就电话，你明仔载要出什么招啊？我甲讲明仔载较讲，大家都有招数给你啦。我拄啊甲翕一张相片吼，报社甲你顶出来。迄、那个黄武清鹰派的要角，要自己吼，迄个开怪手吼，要去把炼油厂的废水。挖掉，
让高雄市政府吼顺利开路安尼啦。哦，我讲这正面的呢，我讲哦，迄个面条都赢开啊！你听无？我讲三天后宣布因一礼拜要拆开，来安尼啊，对不？啊，这咱也要为着啥？啊，实在是阿爸，我讲迄种心态吼，我唔知要怎形容哦。高高在上啊，然后可以呼风唤雨，有钱有势，你奈何不了他，迄种人安尼就对。啊，你要找这个物件，你个低矮的时机呢？时机唔对，你入不入公司？啊，真正爱时机啊！拄好，迄人讲个风起云涌呐，对不？风起云涌射起来的时阵，你迄个时阵才出手了。民政府，咱台民政府2006年出过，对不？十个月时啊，各个出动金，美国要求咱训练4000个公务人员，2011年开始训练，4000个够啊，但是国民党来上课的，民进党来讲，看这个办事，连恁的身份证也当去你关岛啊，恁的身份证在日本也当取代，恁的身份证也会当在澳洲，也会当在南美洲。都可以当作通行用的东西，你们有可能要执政了，这样。这句话不是我说的，是国民党和民进党的人来说的，也不是他看的啦，我跟你说，是我们那块一个中国政策片子做出来之后，让中国国民党的政治人物看，他们该怕到的，连美国都已经承认台湾是美国有关是军事占领中，这个皮出来，因就惊到啊啦！所以，因开始在准备，因嘛准备要来分位，甲美国斗，拼台湾民政府这四千个人要来执政，伊拢用这个不屑的语气啦。啊，其实伊唔知影讲咱真内边高人足济呢。我甲伊讲叫伊来刻画你，无一定刻会赢人，我无爱骗你，对不对？大家拼甲会啦，因读的教育是错误历史呢，因所学习的是咧食饭的尔呢。咱是彻底要来提升台湾的国际地位，咱所读的是读这呢，咱即摆犯伊的嫌。伊讲你也无专业，所以咱即摆职权训练教你一点啊淡薄啊的概念。咱唔是要去遐外教，咱是要管伊呢，对不对？按照战争法的占领规定，美国军事政府来到一个所在，啊，以当地的人甲你录取、筛选、训练、考试。让你成做民政府的官员，占领法规定是安尼哦。咱拢是依据万国公法、战争法、占领法规定，咱在做的。第二项，你若执政了后，去到迄个单位，你认为有国家的危险，伊无效忠，有政治的考量，有安全性的考量，你随时甲死头咯。安尼啊，你做这工课呢？咱唔是要遐画图呢？画图咱怎会画歪的呢？笑那也袂定呢。咱是要监督，咱是要监督讲，你中华民国留来这官员，你得换朝代啊！你的头壳换无啦？那无换，咱甲换开，安尼尔啦，对不对？执政啊！就是要换一个思维，迄个公务人员做久吼，要习惯。你也知影是安那阿扁啊，阿扁啊起来了后，有那真济政策对百姓有去帮忙着、服务着，对不对？但是遐个中国派袂啥个习惯。咱来去民政一个户政事务所，较早着去排队，着去红派。现在是人捧地，你吃，较早有无？未习惯，所以
这个执政当局啊，伊的政策会当看出来，这个执政团队对百姓的服务够甚物抗战？咱来咱比较嘛，即卖向上好有无？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卖流氓政权，即个管区有无？拢看得出来嘛？甚物人真心在为百姓服务？甚物人是在啊应付选票？足清楚嘛？上快应付选票是台中迄个人，有无？伊宣布讲向黑道宣战。隔天就去开枪啊！顶礼拜，我台中，我甲因遐问讲，哎、欸，毋知去开枪未？我甲伊讲吼，中华民国的政权较黑道的、较地方的恶势力结合做伙啊！黑道的是安怎敢做议长？黑道是安怎敢做议员？迄就是叫伊起来，因为恁民进党起来时毋惊黑嘛，有无？伊就用迄个咧掀嘛，哎，冰冻尾迄个有穿无？迄叫警察立正站好呢，平去啊，有无？苏贞昌无认金，就是迄个关系。所以中国的文化，说来复制来伫台湾，有人写我的志愿。讲伊要做正太子，你看会婚礼啊？未？有啊有啊，真正屏东写我的志愿，写讲我要当像正太子当议长啊。伊若卖正太子卖下出来，写还好了。我台湾的下一代，和中国教育到这款的程度，所以咱的任务重大，各位同心。各位，咱未来政府的官员、甲议员，你唔通小看你，你的一言一动，拢会影响到下一代。我甲你讲这真诶，你唔是接到政权了后，你着要安怎？我讲较歹听，咱几岁啊？六十变过啊嘛吼，我是无啦，你有啦。哦，我甲你讲啊，你外口做也是过几年啊俩。咱是要将政权稳落来，制度稳落来了后，将这交予咱的下一代，予咱的下一代过安乐的日子，意义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咱退休就差不多啊，一个月了18000到外摆，你要搁做偌久？头壳歹个，对不对？有钱通领，啊，食饱游山玩水，政权交予人，予下一代有头路。安乐，佮唔免做兵，无人会甲咱冤家。我甲你讲，伫困，你着爱偷偷笑，我无甲骗你。哎，恁的囝儿是谁？迄、那个新闻前办袂？拢办啊、哦，拢会办咯、哦。孙也办啊，啊你做工啊？哦，我甲你讲，真正爱偷办，听无？真正，我甲你讲，我逐个拢安尼甲你讲。我问你啦，你即摆来要欠人啊？任何一个军啊，爱100个旅长啊？六七个市长，20几个局的局长啦，啊！你免哪派？我问你免哪派？你唔免先用啥？唔是讲咱迄落主事呢？无你爱有揢什么证出来？你本土台湾人啊！啊！我要派你中国人，我下着去甲你换政权，对不对？啊！我下知影你会甲变咩？咱的本土的身份证爱先办爱扛，了解哦？即马足紧哦，即马在行动足紧哦，吼！啊，上课吼。17要去世贸，还未报名，赶紧报名。世贸1500个，台北中国城吼、哦，较歹叮当。那台北酒店伫后壁听，毋知有要紧无？迄、那个新的酒店，迄中国城吼、哦，讲台湾话吼、哦，爱翻译啊，啊，足歹推动啦、啊，吼、哦，迄现在什么？你若想讲伫中国城要选市长，啊变啊做甲遐好，你就输啊，还阁袂认金。你若想讲无，因有一种团结的力量，还阁侪阁侪。你即摆甲讲这个，有咧甲伊听啦，无咧甲伊听啦。所以吼、哦，17，你若还袂报名，你即摆过五关啦，你有资格，
你回去要把你的酒报名，十七是后尾拜三尔，真正去一撮，吼、哦，咱爱尽一个任务，对不？昨甲昨日，你有看到电视中天还是三立？中国的车牌啊，几牌啊无？有看到这个新闻无？有吼、哦？啊，什么原因嘛？啊？你甲想是什么原因？哎、欸，这真趣味的代志，你发觉无？有无？有几种意涵？中国的车牌啊，几牌？啊，政府唔敢承认，有无？这车牌青呢？蓝，有点蓝色了哈。啊，咱是红的啊！你若要车牌，拢挂出来啦，免惊啦。周金龙班长伫后壁，你就是咧，伊专门咧处理这個，免惊。车牌拢挂出来，红的甲挂出来。我甲你讲吼，你甲想这个问题，我其实我看到迄个新闻，我咧想，哎、欸，中国的车牌啊，几牌啊？这是代表什么意思？我真正想无。我很多要问秘书长吼，在讲重要代志，袂去甲问。啊，我要啦，我要啦。我中华人民、中华民国已经被通知要流亡啊！啊，伊甲中国共产党结合做伙啊 ，ECFA 签落了就结合做伙啊。啊，伊做唔甘愿要离开的，伊做唔甘愿，伊嘛是在咧引用台美关系法去依靠伊的母国。中华民国去依靠伊个中华人民共和国，想办法嘛是要来阻扰、阻挡咱个台湾民政府。我还想安尼，唔知对唔对？我等下过来请示秘书长。伊中华人民共和国车牌我都开起来，就是中华民国个政府、国民党个人民政府同意伊讲伊是伊个领土嘛？敢是安尼？对唔对？敢是安尼？对，我唔知啦哈。等下，再来问秘书长。啊，咱呢？咱是因为美国军事政令政府占领中嘛？咱是依据万国公法嘛？万国公法有四十八国签署，这个法等于是美国的法律，这个法全世界拢爱实施、动用、尊重。这个法大于一切的法令，包括开罗宣言、波茨坦宣言。日华合约拢总推翻掉的，这个法官，甲美国国务院的律师讲，这个法为杜鲁门到甲奥巴马，大家拢爱遵守，无异议，大家有信心啊无？所以，咱台湾的土地，确确实实伫美国军事占领有占领着，金马路100号。年底完成，阮的委员长常咧讲的高雄市，年底完成，报数好势，就知影，是咱唔知尔啦。我甲你讲吼，国民党的观战，民进党的观战，拢总清清楚楚。要选一个总统，爱走去美国去用口气啊？安尼敢唔是美军事占领中？啊，变啊！伫建设处。我变，你等于看卖啊！阿变啊，阿变啊！要以新军法，美国军法，战争时第二册的第35篇，伊讲我做议员，我做市长，我做立委，我做总统，啊，我要执行的物件，拢总后边有人在指挥，啊，这个就是美国，啊，我是你的代理者。啊！后壁迄个代理者马英九无权甲审判，伊写安尼，安尼你够清楚？李登辉2004年，甲笑李秀莲，伊毋好甲讲你即个读哈佛读甲歹个，安尼尔啦。啊，要加入联合国，啊，着要搁美国军事占领中，是要加入联合国，加入21遍啦。啊，最近要搁去啦。啊！都摕咱的钱在征人的腰刀。联合国，好，讲到联合国，天到乌一边。民进党较独派的人，我讲了独派的人，你要听无？9月7日是旧金山和平条约的签署日，
对不对？主席部一篇文章叫做沈建德，伫屏东在做教授，伊讲今仔日唔但是中秋节，也是旧金山和平条约签署日。伊讲台湾这个土地，日本已经献予中华民国哦。你做听哦，伊个文章是安尼哦。伊讲叫做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 B 啊，伊要看到后边遐英语哦。第二，伊讲联合国个宪章第七十七条、第七十六条 A 是咱有独立的基础哦。哦、我看一下吼，迄日吼中秋饼都我袂食，我讲啊，这无来甲反驳一下吼，煞都当作咱民政府无人安尼啦。我秘书长话，啊这你看安怎？啊你莫插鼻啦，迄毋是咱的迄落啦。我无这军手出面头个军手，我讲军手就当写文章甲反驳啊，要甲伊顶啊，恁写一篇也无顶啊，咱无够知名度啦，迄拢唔对呢。你包括联合国宪章七十三条 B 啊，这个是讲各民族得以独立自主，迄个是联合国的精神，是讲要维护国际和平啊。但是独独台湾这个土地吼，迄个地位吼，我讲小姨啊、小三的，啊是小四的，啊是另外一房生。啊，是共同生，迄、那个拢分袂出来清楚。我无解骗台湾，马关条约永远挂念乎日本天皇。日本天皇是西边的宪法，是伊永远不可分割的土地。啊，伊战败投降，伊都无管理。啊，美国军事占领中，啊，委托一个走路的蒋介石来代管。啊，代管伊都就地合法。啊，本土的台湾人读较歹，有那南边合作会安尼啦，安尼是到底小三啊、小四啊、小五啊，是第二班，我真正唔知道。好个在，即摆清楚啊，新闻上佮知影讲，咱是对的，佮早拢认出做老爸有无？迄是中华民国的新闻上，佮即摆佮知影清清楚楚，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中，所以。美国是司法大于行政，咱个过拄好呢。天在做人，敢是安尼？所以恁这批是尾批啦，后壁阁毋知偌久啊。咱伫五关过啊，恁拢有资格伫担任四千个内面已经受训完毕啊。后壁就是你的专职的训练。你若是黑心的，迄只是黑心的训练，伫就地就地，伫台南高雄不定。你若是议员，接到议员专业的训练，迄个是一步啊一紧尔，就就地啦，毋免来到遮吼。安尼清楚无？秘书长叫我甲你交代好清楚。到遮最后一关啊啦，毋免惊，有个人惊甲毋敢来，惊甲毋敢来。我毋知你惊啥，明仔载来要执证啊，你会来袂啊？讲呢？真正呢，秘书长是高雄头讲的，你有冇知呢？伊讲吼，有一天吼，有一个单位若要叫你执政，你敢接袂开安尼？啊，我是你甲揣无讲，啊是倒一个单位真的呢？啊，你看要倒一个单位啊？你唔要有那个应灾进步呢？薪水变济啊，无较早接较早济，议员拢变济，吼，无大细人啊。我跟你讲吼，我是较希望接民政单位啦。安怎讲呢？咱台湾的本土的新闻情无够，中华民国即马咧该出卡手，真正咧出卡手，我无骗你。伊即马咧有可能咧改咱的迄、那个啊日据时代的资料，所以咱面临着啥足侪压力，各位。认得清楚，为信念、信心坚定的，就是咱台湾民政府。第一，大家人爱认真拍拼，后壁要一步，一步跨过就到啊！你拢免怀疑，有可能随时九月份了后，有可能随时
你会接到命令也不一定，你不然死头路呢，我不叫你死呢，你若死你没来找我，我就跟他吃、哦、我们爱吃头路啦、哦、但是暗时利用较一时间打电话招人，安尼就好，好无？有信心也无啊？欸，我讲啊出大声呢。要执政迄一暝吼，要执政的前一暝吼，我来讲，我保证你睏袂去啦。比着乐多，比着大家乐，你搁较欢喜啦。啊，你若要放炮吼，隔天透早甲放。国民党、中华民国若要离我，要离开。阮迄个委员长要到三门宫放炮，放予规个城拢死啦！咱搁来遐放，安尼无？多谢，谢谢。